你煮的，如果平时我没有生病的话，我都会煮给你吃。可今天我人不舒服，我想要吃你煮的。别了吧，你还要煮给我吃？你会煮鸡蛋给我吃？房哥都感冒了那么严重，你还磨磨唧唧的，不心疼他？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没有人心疼。有首诗怎么说？无人为我立黄昏，无人问我粥可温。哎，我就那种感觉。听都听不懂。这首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诗？说什么？无人为我什么？你是真感冒了吗？你听不到声音吗？我不止感冒，我肚子饿了，马上都要10点了，你就下来一下吧。好吧。其实你已经在路上了，是不是？我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不是在路上？你想太多了。你说好吧？那你快点下来，下来我给你一个惊喜啊！这还惊不惊喜的？下来好吧，我终于有稀饭吃了。嗯，就是这样吧。那快点啊！要不我上去接你吧？啊，直接挂了，真的是，我都听出了感冒了，真的，我感觉好奇怪哦，就是凉山这边前几天大概。5天左右吧，3、5天的时候，我还穿着短袖，真的穿着短袖，就突然就冷了。啊，还早，我都还没下班呢。我看到很多哈，我们家人哈，我们粉丝家人很多都没有给我们加灯牌的哈，回不去的从前关注了你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直播间有700个人哈，我们直播间700个人，我们一起等一下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直播间叫什么？我们不要走，我们等一下二。然后我待会儿在直播间，因为前几天就是跟二一起在街上的时候，然后二很好玩，他说他都没有弄过头发，然后我就说那他去弄，然后他又嫌太贵了，他说很贵，不要，不想弄。然后今天晚上。我就想给他弄一下头发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帮人弄过啊，可能会搞糟。先不跟他说，等他来的时候给他弄一下。谢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陪着我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最近是因为，国庆嘛，国庆我去了一趟成都。都不在凉山，前两天刚回来，回来2天我就去了凉山这边山上。凡哥，我下了，手机没电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手机没电可以充啊。我亮了灯牌的，来，我们因为亮了灯牌的前面哈，亮了灯牌的，我们前面会显示什么？会显示三龙哈，会显示三龙。像比如说像星辰大海哈，星辰大海他就不是我们的粉丝，是不是？星辰大海，你能不能给我加一下关注？然后。因为你如果是粉丝，它后面会显示一个粉丝，然后是粉丝但是没有亮灯牌的哈，后面会显示粉丝，它没有亮灯牌。亮了灯牌的会显示什么？亮了灯牌的会显示三龙哈。谢谢大家互动的哈，谢谢大家的互动数据。二来了，二他刚刚说来了，但是二来了，我又想自己煮。四川那边阳的特别多，就是一个，但是就是一个感冒是吧？咋前九干啥去的？没见着。灯牌亮了，哦，我知道大家亮了哈，没有亮灯牌了，我们给主播亮个灯牌哈。你们想不想知道？想不想知道我给二准备了什么东西？待会给大家现场直播。哎，不对呀。我们这个不是卖货直播间吗？为什么我发现好像起码半个月没卖货了哈？我在别的直播间怎么还是三龙是啥意思？因为你在我直播间的话，在我们粉丝团的等级比较高，所以你在别人直播间你还是显示我们的马甲。
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卷发器。凡哥今晚有啥福利？今晚有啥福利？反正我们货很早就收了，放在那边。你想要什么福利？我们今晚上，我问一下家人们哈，我问一下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想要大家最想要什么福利？最想要什么福利？我今晚就给大家上什么福利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方姐说要什么？方姐说要核桃，对不对？我在别的直播间也显示三龙两个字，农民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我们的铁粉，你在别人直播间所以也显示三龙凡是三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在别人直播间没有加入他们的粉丝团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就显示三龙凡是三粉丝团。我们现在直播间有600个人哈，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电商直播间。我们今晚上有没有人就是想要什么东西，想要什么做个福利的？很久了没有给大家卖货了，然后也很久没有给大家做福利了。今晚上可以给大家做一波福利哈，大家想要什么直接在直播间说就行了啊。大家就是放心心哈。就是我给大家巧克力，贵姐你要巧克力吗？但是巧克力的链接我待会找一下还有没有，还有花椒吗？有的哈，有的哈。二应该也都快来了哈，二家里都还有花椒，都还没吃完。我要巧克力。好的，我待会看一下有没有连接哈，我待会看一下连接还有没有哈。我的也是上房山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我们一起出来聊聊天好吧。上半年买的核桃都还没吃完，上半年买的核桃没吃完还能吃的吗？请问巧克力棉花糖有卖过棉花糖吗？我们有卖过棉花糖吗？好像没卖过棉花糖吧。哦，说实话我还真的是有点冷哈。越来越帅了、啊、谢谢。有卖过棉花糖吗？棉花糖我们是有棉花糖，但是好像没有卖过哈，我都忘了能买过是吧。赶紧去屋里，其实就是感冒了，不是那个啥。十一回家没？没有回家啊。我现在我们在这边等二，我们一起再等二吧啊。进屋里面，我刚刚在屋子里面，大家不是说没有信号吗？不是信号不好吗？没有卖过棉花糖。对呀、啊、我感觉我没有卖过棉花糖，好像啊，棉花糖是有，但好像是没有卖过。我们 CAI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啊，我只会读拼音啊， CAI。我们加一个粉丝团哈，我们的粉丝没有给我们加粉丝团的，加一下粉丝团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哈。凡哥是不是感冒了？你屋里面没有无线网？有无线网，有无线网络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坏的，好像我没有去弄哈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流量直接开着用。十三进去吧，进去的话你们不是说会卡吗？等二来的时候我就进去吧，好吧，等二来的时候我进去，因为我都感冒了，总不能让二也感冒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连二接不卡，快回里面去播是吧？没事啊，等一会儿啊。不过我跟大家说实话，现在真的饿了，正儿八经饿了。外套扣起来是吧？好吧，扣起来要暖和一点。其实白天还是真的是挺忙的，然后但是我们的很多就是粉丝家人嘛，都说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直播了，所以我就给大家尽量晚上就给大家开下播。
哎，啊，你挺快的嘛，你等一下，二人过来了，嘿。怎么不说话？不是看到这边厉害。二来，恰老板来了。房哥直播间的巧克力特别好吃。围个围巾，现在才十月份，不至于吧？还没有到围围巾的时候吧？我感觉我的头发太难看了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蔡董事二的蔡董蔡老板，大家光临。蔡董来，给你干嘛？冷不冷？热。热。热。不是热。啊。是热。热，不是乐，不是我肚子饿了，我就真饿了。你不是吃了吗？啊，我是吃了午饭，晚饭还没吃。你跟大家聊，哎，还是很香，说明我鼻子还没有废掉嘛。虽然鼻子你看都全都塞了。你为什么我都这么深情的送个花花给你，你为什么？那我要怎么办？啊？我的天呐，家门送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我都这么深情的送他花了，你就送这么大一朵花要怎么搞？我这送花的时候不是应该要担心下跪吗？我这总比你买的那些没用的好得太多了吧。欢迎欢迎欢迎黄夫人，这是有用的。二怎么不出镜？二出镜啊，二在旁边请。以前你怎么不扶我起来？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以前大家也没干过。你为什么不扶我起来？什么不扶你起来？